一版 VS 活死人版 VS 九五版，哪个版本二爷最强大？这是我们九版的二爷。玛卡巴卡巴卡巴卡米卡玛卡姆。这是我们一版支线当中的二的平方也简称二爷。玛卡巴卡巴巴雅卡伊卡阿卡哦。这是我们活死版当中的遛狗僵尸，也俗称二爷。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姆。各位，玛卡、恩卡、米卡、西卡、拉卡完了没有？别在这里卡了，待会儿我会让你们见识我的豹子掉了之后什么才是卡卡卡卡卡。好了，这边首先上场的是我们一版之前的二的平方爷。完了完了，我们的正规要遭殃了，他的包子掉了，要卡了要卡了，一直在卡呀！哎呀，厉害了！好了，刚才卡的时候没看清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多摆点真哥，看看我们这个二爷是怎么卡的吧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活神版的遛狗僵尸上场了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这个豌豆射手把这个僵尸给打掉啊，不是把这个狗给打掉。这只狗的话比这个僵尸更厉害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把这个僵尸打掉之后，看我们狗的爆发能力吧。好了，刚才二狗表现不好，不是二狗，是二爷的狗啊。那么接下来就看我们九版的二爷，豹子掉了之后，这个威力有多强大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得开始认真了啊。好了，刚才没看清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多摆点真哥啊，就让我们真哥哈稍微受点委屈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等我们二爷的豹子掉的时候，看看他那无情的咔咔咔一口一个真哥那是有多强大了。厉害了厉害了，我们九版的二爷真的是太强大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哪个版本的二爷是最强大的存在呢？